这个朋友的话，我们是小学的时候就认识，所以真的我一路看他这样子20年的家庭状况。那个时候他是说他爸爸要到广州去工作，那当时就想说去打拼，在那边设厂。那一开始其实还蛮常回来的，可能大概2个月或3个月就会回来家里一次。那跟家里有4个小孩，有他是老二嘛，然后有哥哥跟弟弟还有妹妹这样子。那平常还蛮常回来的，结果后来大概在10年左右的时候，他就变成频率很少。半年回来一次，甚至就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家里。那当然跟爸爸之间大家就想要想说亲情，他们就认为他们其实比较像是有血缘关系，可是那个情就是一起生活的那个过程其实感觉已经没有，他只是一个身为爸爸然后常常回到家里面偶尔来做客的客人的感觉。那大家还是这样子就是勉强的维持这个婚姻关系，妈妈也觉得就是孩子就是要有一个家，尤其他有4个孩子这样子。就后来呢，在大概他大学毕业之后，有一天爸爸带了一个小孩回来了，然后就跟他们讲说，哎，这是他朋友的小孩子，那他会来这边住个2个礼拜，那希望大家就可以把他当作亲弟弟一样，好好的跟他相处这样子。那他们就也没有想这么多，想到哎，爸爸确实是在广州那边有很多朋友，就帮忙照顾没有关系。那真的是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，那位弟弟叫他们的爸爸，本来都叫叔叔，然后就突然叫了一声爸爸，我想吃那个。这个要叫他一直控制在叔叔，真的很不容易。因为那弟弟其实还算蛮小，就是大概小学左右的阶段，所以他可能就应该是有交代耳提面命过，就是如果你跟我一起到这边，你要记得叫我叔叔这样子。那也没跟小朋友讲为什么。那当然，大家听到那句爸爸，本来想说会不会只是孩子开玩笑，但小学的孩子怎么可能会开这种玩笑？你要告诉他，台湾跟中国不一样，在台湾我们都叫爸爸，但是在中国是叫爸爸叫叔叔，所以在台湾要叫叔叔。对，会让认同产生认同上的问题。对，但这件事情后来就因为那句爸爸蛮关键的，然后就爆开来了，就掀起了家庭革命，才发现原来爸爸早就在广州那边已经10几年有一个家庭，然后有一个小三，在那边没有结婚，可是他也知道他在台湾有一个家庭。但他 don't care， 然后也帮他生小孩，然后帮他打理那边家里的所有的事情，就心甘情愿。那他的妈妈当然就非常受到打击，那就跟这个爸爸讲说，那我们要不要就是我们就干脆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好了。可是有一件很关键的事情，就是妈妈不要离婚。他妈妈不想离婚。妈妈知道他在那边已经有小三了，对，也生小孩了，没错，但是不愿意离婚。他不愿意离婚。那他其实一直还搞不清楚这个状态的时候，正当爸爸也觉得我不管你怎么样，就算财产都给你，我也决定要跟你离的时候，发生一件很关键的事情，就是爸爸在广州的工厂倒闭了。哎，哇！然后小三就带着儿子不见了。哇！我没钱就跑了。对，搞不好还捐款潜逃嘞。我不确定，但是这件事情真的太戏剧，然后我想说，天哪！那最后爸爸因为就那边没有家，也没有工厂，他就回到台湾来，接着就要求说，希望能够再回到这个家庭里面接纳。对，希望大家可以接纳他。然后他就开了家庭会议嘛，全家就是妈妈、爸爸4个小孩，家里5票，通通希望请爸爸搬离开这个家里。不要跟他们待在同一个地方生活。然后其实中间哥哥讲了一个很关键的原因，他说爸爸有一次在他念高中的时候回到台湾来，结果遇到哥哥的第一句话是问他说，你现在几年级啊？然后哥哥那时候说他其实非常非常受挫，他觉得怎么会，你是我爸亲生的爸爸，你怎么会连我几年级孩子长到几岁你都不知道，你还说你有关心我们。所以他那个梗他其实一直梗在心里面，所以后来等到10几年后爸爸就问他回来愿不愿意接纳的时候，他觉得你根本从来没有付出过你的关心给我，那为什么我现在要接纳你回来？你还爱我们吗？你爱妈妈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知道弟弟妹妹的状况吗？所以后来现在的状况就是他们是分居的，就是爸爸住在另外一个地方拥有自己的生活，甚至说逢年过节也真的很少说吃饭见面。那我就问我那个朋友嘛，我们都是女生，我就说那你 我的立场啦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绝对会直接跟妈妈说，妈妈就是孩子们我们都爱你，也知道你一直以来付出的辛劳，你就离婚，而且你可以其实更轻松拥有自己的世界，你还保有其他的交友空间，不用受到社会规范，
你为什么不离开？嗯，然后他就去问了他妈妈，他妈妈就回答他说，其实他很希望可以把这个婚姻撑到妹妹结婚为止。哦，为什么？他觉得在那个结婚礼堂的时候，让妹妹就是对方的家庭去，他的那个家庭也觉得我们这一边是一个完整的家。嗯，他觉得就只像这，只要撑到妹妹结婚，那个表象总要维持。对，那个面子要维持住。对，他想要维持住那个面子，然后让人家觉得这个妹妹也是在一个很完整的家庭之中长大。嗯嗯嗯、因为其实别人不会去探讨说到底有没有常常在一起嘛，嗯、他只是希望维持到这个表象。然后家里的妹妹后来结了吗？妹妹还没，到现在还没有结婚。所以妹妹49了还没结。不是，没有，妹妹其实大概20几岁，所以我觉得就还要再撑一段。可是我自己心里这样子看，我就觉得很辛苦啊，嗯、其实。嗯，以我的状况来讲，我就很希望妈妈也许跟爸爸，如果真的已经没有感情，你们也已经形同陌路了，维、持这个表象关系，我其实就会很想问，这个面子的事情真的这么重要吗？你妈妈属什么的？我妈妈属老鼠。属老鼠几岁？今年60。19几年生的？民国49年。嗯，1960。嗯。嗯，我确定你是个孝顺的小孩。有了，多少小孩子根本不晓得爸爸妈妈几岁。对，哎呀，真的啦，我问过很多。对，就是你刚刚讲的啊，就父母亲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小孩几年级，大家就觉得说哇，这好离谱啊。可是像成龙以前就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啊，他就很忙嘛，但有一天忽然大发善心，就想尽做爸责任，就去学校接小孩。到学校放学，人都走光了，还是没找到小孩，他就很紧张，打电话给他老婆，说小孩，你在哪里？在那小学。他老婆说，小孩已经读中学了，你还去小学？不理解这种状态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。我以前教书的时候，很多爸爸不知道自己的小孩念哪一科，念几年级，他导师叫什么名字，更不要说他同学。大部分的传统的爸爸都是把小孩丢给妈妈的啦。念几年级？念什么科都不知道，很多都很多不知道，真的，尤其是生意做越大的越不知道。像我看看男人多辛苦啊！我的小孩那个哪一班我会搞不清楚，就是几年级我还记得，他那个班级。会签联络簿吗？联络簿是我老婆签的啦。我他问哪一班，我就我不太清楚他是哪一班，有时候会记错班。他读女生班啊。